记者王行于台北报道，南星谷谷今日在 ATT Show BOX 举办 Make It Real 可以哟演唱会。没架子的他在台上被歌迷呛说：“你一年前比较瘦。”让谷谷不甘示弱的反击大喊：“你也比较瘦啊！”逗趣对话笑翻全场。曾闹出结婚的绯闻女友大元也发现，偷偷现身为谷谷打气。整场活动谷谷撩妹聊不停，几次下台冲进粉丝群中击掌互动，发现鞋带松掉后更征求现场粉丝帮忙绑鞋带，让女歌迷笑说：“我怕你跌倒。”主动帮他把两脚鞋带都绑好，让其他粉丝直呼羡慕。演唱会的安可曲，谷谷特别邀请昔日同事 MP 魔幻力量的战友婷婷助阵，也是 MP 魔幻力量自去年11月正式解散后，两人首度同台并演唱《我是谁》，我还是爱着你，让粉丝嗨到不行。谷谷演唱会，婷婷左担任嘉宾，记者潘少旁社。谷谷演唱会，记者潘少旁社。谷谷演唱会，大元，记者潘少旁社。